极乐世界的人，对于宇宙万有，人人都能够彻底究竟明了，这就不可思议了。对一切万事万物究竟圆满彻底的明了，这只有诸佛如来才能够办到，一般菩萨都办不到，这是不可思议。极乐世界的人为什么个个人都办到了呢？这是阿弥陀佛本愿的加持。四十八遍里面我们念到了，凡是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人，到达西方极乐世界都具足六种神通。这个六种神通在一般来说证得阿罗汉就具足了，就通通得到了啊，天眼通、天耳通、虚命通、他心通、神足通、漏尽通都得到了。但是他的能力啊并不是很圆满。你比如说经上讲，阿罗汉的天眼最大最圆满的能够看一个大千世界，那么大千世界以外他就看不到了啊，这就是不究竟不圆满呢，他那个神通是可思议啊。西方极乐世界尽虚空遍法界，过去现在未来没有一样不通达，没有一样不明了，就跟诸佛如来的能力完全一样，这就不可思议了。这个确实是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加持，所以这赞叹弥陀功德不可思议啊！是阿弥陀加持的，不加持你哪有这个功德？没有这个能力啊！